先有 castle 重唔重要呢？有婚嘅咩？仲有婚嘅咩？都会噶，四个都咁重要嘅喎，嗰铺头啲人同我讲，就觉得四个都重要。呢个啦，佢又答得啱唔啱咧？我谂啩，睇下又啱唔啱吓？我谂啩，系咪最后答案？咁样敲啊？呢个答案真系，完美，有错啦。其实钻石的切割就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着一粒钻石的闪烁程度，绝对是一个影响力在这里。但如果一粒钻石的切割是好的话，它还可以隐护阳线，令到一些可能色泽又或者净度没那么高的钻石都会看上去闪一点亮一点。所以如果你对四 C 有所认识的话，你都可以做钻石达人，因应着自己的 budget 去买一粒又闪又亮的钻石。